咁呢三點咧，其實咧係非常好。咁我亦都同阿曾生講話呢三點前做前衞，咁佢都好開心。咁不過咧，我亦都喺另外一啲場合咧，係同佢表達過，話方向正確，但係做起嚟嘅時候咧，似乎咧係做得太滿意喎，即係我個人係覺得太滿意。第一就喺個行政效率提高、行政管治嘅重整個過程之中咧，用人唔係理想，用人冇理想。譬如三至十一個基本上係冇變，人係冇變。你體制變咗，但係人冇變，這個唔係一定咧係可以達到個效益嘅。第二咧，行政會議嘅構成，我係亦都係唔係好理想。香港係人才之地，非常多人才啊！但係曾生嘅表態係，佢用人係三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咧，就喺40歲以下咧，我唔用第二個原則咧，就係咧，香港嘅社會唔認受嘅人，我唔用。第三個咧，同我夾得嚟嘅人咧，我唔用。咁啊，我哋在座都有人咧係同我一齊咧係親耳聽到呢咁嘢。咁我當時我話阿曾生如果你覺40歲以上嘅人咧就冇不可用嘅話咧，可以即係。我唔係想冒犯你，我話你開始40歲咧都好遠噶啦。我哋坐喺呢度，冇一個人合格。我話香港嘅人才同埋呢個現代社會嘅人才唔係咁睇嘅。就至於第三點咧，都係太主觀啦。我話香港係殖民地，統治咗100年。而英國人用人咧，係佢有一套嘅標準，佢冇理由用你所謂中國人、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所講嘅愛國者嚟自講噶嘛，佢又梗係愛用啲愛英者嚟自講啦。咁你回歸只有得幾年，你話香港社會唔認受喎，梗係只能夠認受愛英者，會認受愛國者咧。咁我你要打出一個新局面，因為已經係回歸。嗰、那個原則啊，係唔切實際。另一個唔切實際嘅就係啲同學答得嚟，特首嘅責任咧係要向中央負責，向香港老百姓負責，向全中國人民負責，要同國家利益、同香港利益合得嚟，嗰、那個先至係個準則嚟嘅。咁當然啦，即係人係會變嘅，曾生都一路喺變緊。咁我覺得無論係曾生又好，係將來邊個做新嘅特首又好，呢啲咁嘅原則咧係非常重要。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長嘅開場白咁咁究竟香港現時係點咧？我嘅主力點咧都係擺喺經濟，但係咧我會先講經濟，然後後講政治。最近咧就出現咗一個新嘅熱點，就係香港咧係被邊緣化。咁呢個概念咧，就係曾生個 partner 就係我個同屆同學許士仁市長，係幾年前喺同一個位置喺呢個位置講嘅，佢喺度講，我喺度講。咁我已經聽到咧，已經係好奇怪，點解特區政府突然間提出一個被邊緣化呢個概念出嚟啦？咁呢個咧就係成為到現時為止咧都係一個爭論嘅熱點。第二個熱點咧就係提出呢個 GST 啦，商品服務税嘅增加呢個咁嘅新税種嘅。咁其實呢個背後係點咧？背後係，我覺得背後嘅係顯示到特區高層咧係對香港嘅經濟現狀嘅一個理解嚟嘅。咁呢個理解就係即係好
好簡單咁講啦，就係、是、香港嘅經濟嘅不前咧，會唔會係因為內地嘅發展太快咧？譬如上海又起啊，廣州又起嚟啊，深圳又起嚟啊，喺物流業啊，喺呢個金融服務業啊，喺各方面咧啊，都係形成對香港嘅一個威脅啊，或者咧係我哋咧係被邊緣化。咁呢個咁嘅概念嘅提出咧，當然咧就可以爭辯啦，即係喺自由經濟，而我哋香港係一路咧係信奉自由經濟、信奉市場，競爭係必然嘅。競爭是被認為的是不單止是不傷害，而且是一個積極的因素的。你是越有強的競爭對手， 你要求發展、要求自強，那個這樣的衝動會更大，這是一個正常的表現。如果是認為被邊緣化的話，即當然曾生是一個很聰明、很本事的人，我不會說他是屬於所謂姓賴那種，他絕對不是屬於姓賴那種人，即是把責任賴給人家。但是我們看到特區政府最近那幾個處事的方法就很不明白。第一就是很積極地是要求是參與是國家的11-5年計劃，三年計劃已經定了，亦都很開心咧，係理解為香港已經被包喺11-5計劃入面，因為11-5計劃後尾嗰度咧有幾項話香港咧嘅經濟咧就係以呢幾個為主。咁其實咧一國兩制嘅清清楚楚意思咧就係香港係以資本主義，以佢以往嘅市場經濟為導向，以佢自己嘅實力嚟發展。他定的經濟政策呢就是內地那套，就是中央規劃經濟，香港是自定的發展方向，這個是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處境。